我们也一直认为说自由经济示范区，我想全台湾高雄的条件是最好，我高雄最有可能发展自由经济示范区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们也把高雄市所做的准备，包括跟中央请求应该让高雄市参与这整体的规划，包括我想在行政院的宴会，我们也认为亚洲新湾区的开发应该并入整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未来整体的一个规划的内容。